很开心可以在2018年跟你们认识。夏季总决赛，超级超级开心。我刚一走进来，看到刘姥姥头大观园，所以说刚刚我在就是直播上面，在节目上面看到，第一次进来，哇，太屌了！他那个舞台是高，太超级高画质，觉得超级屌。